1999年，哦，苏格兰呢单一纯麦的 whisky， 那它的桶号呢是它每一个雪莉桶呢都会产出呢大概多少瓶酒这样子。那在1999年的年份里面，我调查过哈，最好的就是这个编号第3000号的这个桶子哦。那这个桶子呢，总共有645支酒在全球。645支酒呢，我们今天呢开了3支，开完之后呢就少了3支，好不好？那为什么1999年呢？原因很简单哈，来各位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哈，1999年9月21号。我们家呢，从这个中间哈、哦、裂开来，房子倾倒哈、哦。那我的父亲呢，跟母亲呢，在这个艰困的环境下面哈、哦，就带领我们这个家庭哈、哦，逐步走到今天各位看到这个样子。我们跟我们的好同事、好朋友们一起努力啊，打造高效能的产品，加入并改善消费者生活，进入到35个国家，影响全球73.5%的人口。没错。就从这个地方开始，从一个已经破掉的房子开始。各位看到这个现在停车这个地方，左边这个地方哈，以前呢，我的爸爸跟妈妈在921大地震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担心家里的财物哈会被抢，所以我们不敢去住操场，我们就住在这里。三四个月的时间哈，就住在这个地方。然后你现在所做的这个花园呢，以前是一个属于别人的一个香蕉园，啊，也种香蕉，有种龙眼哈、啊。那总而言之就是说，你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，狗会来舔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做梦的时候梦到一个好像有人在亲你，正开心的时候，这个眼睛张开是一条狗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也有蛇啊，有什么小动物啊，什么都有。那个时候我一个人躺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，我们躺在这个地方，那个时候1999年9月的时候。我就在想哈、哦，哪有一天好个啊吼，还是讲靠能力淡薄啊吼，一定要给买落来。所以呢，当知道哈、哦、这块土地哈、哦、要出售的时候，我们毫不考虑的、哦、就把它买下来，然后呢开始建设成今天看到这样子。那主要都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呢，他们带领我们从以前到现在。所以最后一支酒呢，是1999年纪念那一年我们从。浴火重生，从一个青岛的房子慢慢走向全球的一个过程。好，在这过程里面哈，我最后才邀请我爸爸，我先邀请我妈妈讲几句话，您说好不好啊？掌声要够大声，他才出来讲话啊。谢谢大家，今天你们能来我们这里，我们真的很高兴。还是谢谢大家，我们大家尽情的来享受这个enjoy这个时光。然后这瓶酒真的是很好喝，它的后劲真的很好，我有喝过，那请大家慢慢来享用吧。来，接下来就来再给我妈妈鼓掌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妈妈哦，都是一个就是常常在公开场合都是被比较少注意到的。可是事实上哈，她才是真正掌权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啊、哦，所以呢，我们从小哈、哦，我妈妈就叫我勤俭，那我就知道做公事要勤俭，但是呢。自己的生活要尽量开心哦，对，这是结合我爸跟我妈的优点了、啊、哈、哦。来，接下来就恭迎今天的主人林嘉宾先生。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怎么带领大家走过这个地震的哈、哦，来，掌声鼓励。以前我都认为说我老婆是前雾峰最不要脸的妈妈，出门都说自己的儿子很乖巧，很孝顺，
啊，所以说我觉得并不是这样。很高兴各位来到，尽量畅饮吧。